些。刚那两首歌是我新歌，跟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曲。其实有很多的时候，生命需要很多很多的勇敢，这些勇敢带着我们去尝试很多新的事物，也才能让我们面对很多生命当中不同的挑战。当然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会有很多很多对自己的怀疑，会质疑自己是否能够做到那个期待中的自己。所以生命的勇敢是什么？就是在你孤单的时候，寻找可以让你不孤单的力量，它会带着你更认识你自己的脆弱跟恐惧。所以对我来说，找到自己最好的方式，就是让生命继续的勇敢，继续的在怀疑自己的同时，找到那份坚定自己生命最后的那片风景。